后脑勺与后脖子一带痛。后脑勺与后脖子一带痛。我看到了一个沸点在天上，在天上旋转呢，在天上旋转，在天上旋转，在天上旋转，然后一个变形金刚拉着绳子，拉着绳子，他们现在在，他们正在预演，准备预演，驱走。核动力军舰或者潜艇他们正在预演，驱着核动力军舰和潜艇。为什么叫预演呢？因为现在是动态的只是预演一下不是马上起走不是马上起走，真正起的时候是飞碟在天上不动了挂在天上，或者停留在天上，或者一个柱子立在天上不动的时候，然后变形金刚用缆绳把核动力潜艇或者军舰，拉上天，现在我们看到的那个，图片就前面我临拍的那个图片，是他们在预演我把那个还是带过来给大家看一下这还是预演。预演完了以后插入了，那么就可以把它取走了现在看下面，那是不是变形金刚呢？脚手它比例同人有点不一样，功能看干什么功能的然后去还拉着绳子不同的功能，上面是飞碟他们在预演，准备要取走核动力的舰和核动力的潜艇怎么预演？预演完了以后然后就会把它吸走，是这么一个情况，好这个变形金刚看得很清楚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